就这个筋膜坊加了这个素毛肚呀，小妹儿太好吃了，我已经回购很多次了，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啊，特别好吃。它这个就是魔芋做的啊，魔芋做出来，然后吃起来就像吃毛肚的那种脆爽一样的，特别好吃。它总共有好几个口味的啊，哇，嗯，哇。 吃到嘴里面就像我们吃毛肚的那种脆爽一样，好吃。哎呀！我们出去的时候，玩的时候呀，我们办公的时候呀。 你就揣几袋揣到您包包里面，就是解馋的时候咱们来拿个一袋去吃，你说特别方便是不是？关键是价格也不贵，9.9到手30包，嗯，到手30包特别好吃。